即时新闻综合报道。这驾照是用鸡腿换的吗？一名网友在脸书社团报废公社 PO 文表示，一名开着奥迪的驾驶把车停在路边，但却停得歪七扭八，只有车头停在停车格内，露出一半的车尾巴留在马路上。有网友就感叹地说，三宝越来越多，超无奈的。这名网友 PO 出两张照片，并表示这辆名车的驾驶把车停好后，一下车就用100分的表情看着他101分的停车技术。原 PO 也无奈地表示，我感觉到他的霸气外露。网友见状纷纷留言批评，懒得把车停好就不要开车出来丢脸。零分，那里车超多的，三宝越来越多，超无奈的，真不知道驾照怎么考到的，停好停满很难吗？没有，整个车身进去是可以的嘛，屁股整个凸出来，好危险。